言不合就送汽车，这样的公司哪里找啊？我是来自志同道合的王娟，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我们的新工厂，接下来呢我带大家一块参观一下。今天上午呢我们刚刚结束了第二季度的季度会议，公司呢为我们各个大区配备了崭新的迈腾330，一言不合就送汽车，这样的公司哪里找。巧克力专注颗粒肥20年，颗粒肥第一人，巧克力出口46个国家，致力于全球农业增产增收。那就是我们巧克力占地8000多坪的生产车间，接下来呢巧克力将从这里走向世界。